现在收看的是运通财经台，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创意理财尽在运通。欢迎收看股市将军，今天台北股市涨70点，再创新高，再创新高，再创新高。叶老师为什么在笑哦？来看一下大盘了，来来，那就不用再赘述了嘛。这多少人讲讲中秋变盘变盘变盘，你们一下变到哪里去？变到哪里去？变到哪里去？跟变盘没有关系啦，真的没有关系。我现在问各位一个问题啊，你有没有看过一部美国的电影？那个麻雀变凤凰，六狂给我，你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？那为什么要讲这个？如果有机会，如果有机会的话，你是一只麻雀，你想不想变凤凰？你想不想？你回答我。那我们每个人来到股票市场，我们每个人来到股票市场就是拼这个啦，就是拼这个啦，就是拼翻身翻倍啦。就是我刚刚问你的问题啊，你想不想麻雀变凤凰？当你有机会的时候，你想不想拼一次看看？当你还有机会的时候，当你还有机会的时候，你想不想拼一次看看？你也可以麻雀变凤凰哦。但是如果你还是按照你的方式，那我要提醒各位，你不要看今天这个指数啦，10711，10711，一点意义都没有。你仔细看，你仔细看，有意义吗？有意义吗？有意义吗？7203，8000，9000，10000，10711，10711，有意义吗？没有意义。我也常告知各位啊，来市场，来市场只能拼啊，来市场只能拼啊。你找一个值得信赖你的那个人，你来跟他拼拼看。但是方法要对，方法一定要对。你机会来的时候，当机会在你的面前出现在你的面前，那你不去拼，你怎么麻雀变凤凰啊？你的机会来的时候，你就要拼啊。我也跟你分享过啊，我说你真的不知道怎么做，你就好好全心全意去什么去买一档股票，你有没有印象？你有没有印象？哎，今天这个位置很好笑，这个位置，你有没有印象？哎，同学，你有没有印象？张忠谋董事长，哎，你们有没有那种印象？张忠谋董事长说要隐退，啊，很多人去买联电，你有印象不？这一天，你有没有印象？就是这一天，10月3号，很多人去买联电。我前面有没有讲过，你怎么会去买联电？你要去买最好的啊，你要就要买最好的啊，你全心全意去重压它，你才赚得到钱。哪怕你是买台积电，毕竟各位是看投顾的形态的节目，我总不能带你去买台积电吧？老师也可以啊，你也可以带我去买台积电啊。因为台积电啊，这一段上来，什么时候还有下一次？我不知道。这一段上来，那你也不要期望说每天都是这种行情，每天都是这种大行情，你别傻了。但是我有告知各位，我昨天就跟你分享我的看法，我说这个行情，台积电昨天往上拉，创新高，是好事啊，你有没有印象？我说这全指股没有拉上来，那后面的怎么跟上？所以台积电越拉越高，接下来就是什么？后面部队要跟上去了。但是没有办法啊，因为你们还是喜欢什么？你们还是喜欢每天多彩多姿的生活。我说过啦，真正给你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好好来？一次一档。你好好的经营，每一次都一档。你不要想太多，你不管任何时间来，我都有机会。
我都有机会去帮你挑选当下最好的标的，可以去重压的。你信你不信？真的还假的？老师每天每个月都有机会吗？你记不记得五月份跟你讲哪一档股票？五月份，你有印象吧？如果你是长期收看于老师的节目，五月份就是他，就是冰台啊，你有没有印象？五月份就是冰台啊，还有迅德啊，你有没有印象？你有印象不？你有印象不？哎，同学，这一段呢、啊，你有没有印象？你有没有印象？你每次来都我都会帮你尽量去挑，这是五月份。那六月份呢？六月份有辣椒啊，你有没有印象？同学，六月份有辣椒啊，同学，有没有机会？有机会，有机会。那七月份我有送你两档，这是送的，我送你的，7374是送你大量跟什么？跟迅德，有没有印象？你有没有印象？你有没有印象？那八月呢？八月呢？七月还有一档很飙啦，七月还有一档很飙的，一倍啦，你自己看呢、啊，七月份呢、啊？老师真的还假的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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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5.6，加百玉，爱拼这样呀，那有没有一倍？超过一倍啊！你也是不相信啊？那接下来呢？哎，那加百你看一下，加百玉之后呢？那八月份呢？八月份呢？八月份有没有送你这只？有没有送你的？送的哦，送的哦，八月送的哦，八月送的哦，送给你哦，没有遮没有盖哦。那你也知道我八月份有做一趟金居，有没有？814有没有？有没有送金居？有啊，你都在每天在看我节目吗？你不是每天在看我节目？有啊。那九月呢？九月就这啊。大家讲啊，九月大家跟你讲啊，九月我就跟他开讲这句，就是有伤，就是有伤，天天快跑，就是有伤，有感觉吗？没感觉，没感觉，没感觉。你记不记得我当时跟你说一张13000？再看一次，一张13000，什么意思？我说当时我在这边，我跟你分享的时候。你融资买进了一张，成本就一万出头，可以赚13000块。那我说你错过啊！你当时压100万，你100万融资压进去，你100万你用融资给它扣了去，你已经翻倍喽。我没乱讲话哦，你翻倍喽。那我有没有在双十国庆？双十国庆有没有看过这张字卡？先来看一下双十连假那4天，我给你看的是这张字卡，我说于老师招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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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没有看到这个字卡？双十国庆有没有？月线呢、啊？日线呢、啊？你有没有来？10月6号双十国庆，双十国庆，双十国庆，双十国庆。再看一下日线好不好？当时的日线好不好看？你看这个 K 线，你敢买吗？你看这个 K 线，你敢买？还有很多人，哎、欸，老师，这样呢，敢买啥？这上影线呢，老师，上影线就等诶呢。老师，你是看有啊，看无啊？上影线就等诶，对，你讲诶，我嘛知。啊，这涨，我跟你讲无，下周好戏登场，这是涨。我有跟你分享过啊，我说那个量。昨天的量925张，所以它只能够做尾盘价，做尾盘价，做尾盘价，做尾盘价。那我们跟你讲，最后一盘，昨天的最后一盘，最大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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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给它拉到最高，给它拉到最高，给它拉到最高，这样拉七块，这样拉七块，这样拉七块。那今天呢？看清楚哦，昨天拉七块。哎，同学。你有没有猜到啊？我说他九月的营收啊，有没有从去年度的7亿跳到10亿？我比这个动作比了3次，7亿跳到10亿。你猜到了没？你猜到就是这种格局哦，你猜到敢买哦，就是这种格局哦。什么格局？看清楚，你昨天有没有猜到？
你昨天有没有猜到？你昨天有猜到格局就是今天十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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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十块是什么？十块就一张一万，你这买赚一万，买两张赚两万，买五张赚五万，买十张赚十万，百分之百实际操作啊！你有看到这支无？哎，老师，为什么又是最后一盘九十八张？九十八张，九十八张。将近一笔单，一笔单敲进了2700万，两天十七块，什么感觉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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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感觉，老师，我没有买，我没有买，没感觉。有时候真的不知道讲什么哎、欸，你有没有印象？我曾经在节目上讲了一档股票，我说这个，你有印象不？你有印象不？现在谁对？同学，林董超，我们是爱他会戏我，哇，雪红姐姐，雪红姐姐把员工卖掉了，你董超哪来买阮家的这支？上少十块，你家卖去买宏达电的，你有什么尴尬不？你这边少赔一点，哎、欸，超过十块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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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这个呢？看清楚哦，看清楚哦，这是涨十块哦。再看一遍，这个是涨十块钱哦，这是涨十块钱哦，超过十块钱哦。那你去买宏达电的，拍谁？你是啊？你是了十块哦，你是了十块哦，超过十块哦。那一来一回代表什么概念？一来一回代表什么概念？你钱输掉了，你要改变啊，你真的要改变啊，你要改变。你任何一个人来找我，任何一个人来找我，我全心全意帮你锁定一档股票，就是重压那一档，就是重压那一档就对了，就是重压那一档就对了，重压那一档你才有机会翻身啊，才有机会翻身啊，不是这样子吗？那双十节你有没有来？双十节你有来？你有看？你有看我的节目？你有看我的节目？你有来不？我问你，你有来不？你有来就是安尼哦，你有来就是安尼哦，你有来就是安尼哦。啊，你有猜到？那猜到又怎么样？猜到怎么样？啊，猜到有没有买？猜到没有买，那不是很可惜吗？你猜到又不敢买，你昨天也知道这一档股票啊，你昨天也知道啊。我都跟你讲了，这个电脑很好查嘛，七块钱，这讲的那么白，你猜不到吗？你猜到怎么样？你猜到你有买吗？你猜到不买？老师，别人的比较标啦，别人有什么什么什么金啦？那你昨天有没有预告啊？你昨天有没有预告？你昨天没有预告，你今天拿出来讲，那你不是追涨停板吗？那我这种实实在在，我是中哎、欸，中秋节我都跟你讲说，中秋节不要管它，不要管它变不会变盘，因为不可能会变盘，因为每天都在变盘啊。这不是变盘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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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聪明的人常在看于老师的节目，你发现了？你发现了？你发现什么？你发现我今天特别激动，我今天特别激动，为什么？因为会员朋友赚钱啦、啊、会员朋友赚钱我就很激动，你看到我讲越激动，百分之百实际操作。你老师常爱讲的那些你都没有的股票，你有没有发现他们的表情很奇怪？你有没有发现他们表情很奇怪？我这种很真实的表情，我说过你错过，你错过这一码，有吧？我有跟你说你错过这，你马卖欢乐嘛？我说你错过这，你错过这，天天快跑，有吧？你错过没有关系嘛？啊！但是你不要每天都一直错过啊！啊，我跟你讲嘛，我跟你讲，哎、欸，咱无安尼好不好？招待一档，有无？这昨天，这不要算好不好？这不要算了，这卖省了，好、哦，这卖省，这卖省。我们从这个，哎、欸，那你，哎、欸，今天最高有到13块哦。今天你开盘去买的哦，平盘哦，平盘附近你买进去13块哦。啊，不要说平盘买，哦，不要说你都买到最低，你最起码这一坨你都买到，这一坨最少赚10块。这一坨最少赚十块，追坨，什么叫十块？一张一万，一张一万，一张一万。我也跟你告知过，融资买进一张就是10万块成本，
没有，那不能融资买的啦。你老师呢？跟你讲，别再用融资买。臭西郎，想要别再用融资买，没有把握嘛？你挑的股票是有问题的股票嘛？你挑的股票是有问题，我当然是不能用融资买啊。你老师叫你用很高、很高、很高、很高的那个位置叫你融资买，他当然不敢啊，他当然不敢啊。你跟我做啦，你跟我做啦。我家的股票都跟你讲过，我家的股票都有人涨，有人有人，你仔细看，我跟你我都讲过 N 次了，我跟你讲过 N 次了，我家的股票就是有人啦、啊、有人啦 啊， 啊，你有没有猜到？你有没有猜到这黄金锂电池？你嘛知下面黄金锂电池，我问你就好，我问你这就好，我问你这啦，这啥？这啥？啊，这上这上上外资投信，外资投信，外资投信，外资投信大卖，大卖，大卖。大卖啊，卖是会跳高链哦，哎、欸，这不是我以为哦，这不是我哦，啊，这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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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操作要这样操作才赚得到钱呐、啊。来找我就对了，你来找我，我是一个很务实的人哈、哦，我特别强调，我是一个很务实的。你任何一个人来，任何一个时间，我都有本事，我都有本事，我都有本事帮你挑到适合你的股票。什么叫适合你的股票？适合你重压的股票。那你不要跟我讲说，老师，嘿，三百万第几支？拍谁哈？问这支股票，来来来，你再看一次哦。我家这一档股票，你今天就算全力去买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来来来，你今天就算有三百万，你今天就算有五百万，你就敲进去。很抱歉，一笔两笔马上成交。那你有多少钱？你有多少钱？你三百万敲进去就一笔哦，一笔成交，一笔就成交。那你有那种感觉吗？你有三百万，你有没有想要来挑战看看？我说你用融资买，成本一张十万块钱，你有三百万，你可以买三十张，你今天赚三十万了。你今天赚三十万了，同学，所以为什么那么激动？你不要以为我很激动，我激动的意思很我很开心，开心。你永远不懂我的心啊，你永远只会跟我讲，老师别人的比你更厉害，你先去参加看看吼。你认为比我更厉害，你先去试试看，没关系。你看没多久，你就把电视砸掉，因为他讲的股票都没有。那我讲一下百分之百实际操作。你有看我下这不？你有看我下这不？你老师哪有给我下百分之百、百分之百实际操作？那你们看过这张股票？我多久没讲它了？我是不是从这一天最长的这一天我就开始没讲它？我连续三天没讲它，我三天没讲它。那我要解释什么？那我这一天都没有，我这一天之后都一二三，这三天没有讲，这三天没有讲，那是不是可以换到这一档？可以吗？当然可以啊，就是这样操作啊，就是这么简单啊。我今天要刺激你哈，还是一样哦，你来体验，你来体验，来，你来体验，不要跟我说你不敢哦，不敢，不敢的转台，不敢就转台，不要再看我节目了，你怎么看都没有用嘛。我跟你讲，只能这样做才会翻身翻倍。那今天一样哦，你一半，我一半，这个到年底多少？我们节目不能行销哦，我也不能讲，这多少？这个吓死你！我今天就要吓死你！你今天敢拨电话，我就是要吓死你！电话拨通，我等你。中场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地震了，怎么办？一抛下，二掩护，三稳住，抓住桌角。更多防灾常识，请上台湾抗震网。不要说你从来没有试过、没有做过，你来试试看，你来试试看。唯一的做法，不变的做法，才能够翻身。翻倍，十月份真的很好赚，十月份真的会很好赚。定高低，你试试看，只要定金价，这个定金价，你绝对负担得起，这是最低的门槛。你只要付定金，我就让你来尝试，尝试那种翻身翻倍的感觉。请你来电02-2365-9333，02-2365-9333。
制胜关键，您需要领先的资讯，精准的分析，大来专业分析团队为您掌握。大来国际投顾，请直播02-2365-9333，02-2365-9333。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，所以休假时我喜欢隔绝一切嘈杂，让自己沉淀，享受这片刻的宁静。Choose your own life， 鹅牌气密窗，只有唯一，值得收藏。远雄的 One， 台湾最高68层顶级饭店豪邸，亚洲第一高私人会所，高空公社，百年大景，世界尽收眼底。6星饭店服务，天空直送，尊荣独享。收藏 The One， 唯一无二。好，来帮各位追踪股下股票哈，来这档股票黄金锂电池，外资投信大卖，外资投信大卖，483都不会破，真奇怪哈，奇怪啊，谁接走了？拭目以待哈。那这档股票来，今天日子看一下，我好几天没讲它喽，可不可以买？可不可以买？龙券不要再空了齁，龙券同学，龙券的同学，你空它干嘛？它第二季 1.27， 第三季我先暗示你最少1.5-2块，第四季也是1.5-2块，你去空一档，今年可以赚4块，股票才40出头的股票，你很有勇气齁，你很有勇气就继续空齁，来，那我说我要招待你这个，你有没有来？你有没有来？你有猜到啊？你也说啊，老师 K 线难看呢、啊？老师 K 线这么难看，你敢买？豪戏登场，为什么？我先暗示你一下，下个月啊，下个礼拜18号到20号有一个展览，豪戏即将登场。昨天你错过7块，不要算这个。但是今天你最少一张赚10000，因为今天10块价差，开盘买你有机会赚13块。开盘买，收盘你最少赚10块，2天17块，100%实际操作。为什么最后一盘98张2700万？谁买的？想不想这种感觉？你要来啊！我都有字卡、啊。我说过于老师的东西一定有预告，有字卡，有预告有字卡才是真的，才是真的。你相信我，来到股票市场啊。不要每天都说你不敢，你要来尝试看看呢、啊，尝试来体验看看呢、啊，体验这种定高机的魅力啊！光辉灿烂十月，你一半，我一半，到年底，只要多少？到年底只要多少？把电话拨通就对了。感谢你的收看，明天再见，拜拜。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，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不要说你从来没有试过，没有做过，你来试试看。唯一的做法，不变的做法，才能够翻身、翻倍。10月份真的很好赚，10月份真的会很好赚。定高基，你试试看，只要定金价，这个定金价，你绝对负担得起，这是最低的门槛。你只要付定金，我就让你来尝试那种翻身翻倍的感觉。请你来电。
02-2365-9333 02-2365-9333。制胜关键，您需要领先的资讯，精准的分析，大来专业分析团队为您掌握。大来国际投顾，请直播02-2365-933302-2365-9333。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，所以休假时我喜欢隔绝一切嘈杂，让自己沉淀，享受这片刻的宁静。Truth Your Own Life， 鹅牌气密窗，远雄左岸，57000坪水岸智慧造镇，远雄左岸桥串联1300公顷河滨美景，超越22座大安森林公园，全球第一，台湾唯一，远雄左岸。命运的四招，不会游泳也要学会的水中自救。落水时，双手举起向下拍打，并大声呼叫引起注意。抱住现场的漂浮物或脱下衣服，从头后向前抛，形成浮具。使出水母漂，吸气后脸朝下埋入水中，手脚自然下垂，保持静止。仰漂，双手交叉平躺在水面，等待救援。教育部体育署关心您。真是中了很多发票。你怎么知道你中了很多发票？因为我现在用电子发票兑奖，中奖之后他不但会寄到我信箱通知我，而且。